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音乐说书人，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音乐说书人，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。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亲爱的朋友，耶和华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在他岂有难成的事。和你分享意象工厂的这首《上帝能够》。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，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，甚至心里是的，神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他的大能永不改变。你是否愿意相信呢？你如果相信，神就要为你成就我们眼睛所未曾见过的事，我们耳朵未曾听见的，心里还未曾想过的，神都要为我们成就，并且为我们预备。上帝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，亘古至今直到永远，他的大能永不改变。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，亘古至